就即将开始了，那我们活动就马上开始。好，那我们先请我们的学校大家长，我们请李校长来为我们讲几句话。我们 ACC 的各位，我们的老师，还有我们的马师，还有我们从马拉维来的各位小朋友，还有大朋友啊，还有我们本校的各位家长、各位师长、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午安。从校长激动的谈话就知道，看到我们马拉维的小朋友，我有多高兴啊！小朋友，你跟我一样哦，你会进来，刚刚进来，大家就尖叫了哈。所以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光，所有的小朋友，等一下都会跟他们一起互动。我跟大家报告，刚才上来的时候跟他们讲话，他们都没跟我交谈嘞，因为他们肯定都会讲国语。啊，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好好的跟他们聊一聊哦。我们这个表演结束之后，会让他们到校园里面走一走。然后我不要浪费太多时间，我们最后我要要求我们所有的地主，包括大人，包括小孩，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。
Thank you.
剧场的，还有这个赛场的。那我在想，大家应该对今天很大的那个 ACT 是什么的？